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所期待的，今天我昨天晚上讲了，今天大家一定要到，也谢谢大家今天来收看。我看到现在人流非常高。那么首先来介绍我们的，大家都知道国昌老师，但是有一位神秘嘉宾，我们请神秘嘉宾自,自我介自我介绍一下。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laughs> OK，今天我们因为我们图上面没有做到主席的科主席的这个照片所、喔、以让大家猜。 那、啊、当然，感谢哦，这个感谢今天老师以及主席来到阿管的节目，两位也是我的很好的朋友。那、啊、今天会一个很会有很多很劲爆的消息，都在我的节目当中会讲出来。首先呢，我们先问一下，因为昨天是一个炸弹，是一个很震撼的消息。我们先问一下柯主席，你为何会决定跟国民党合作？ 昨天这种情，其实这也不算是合作了，嗯、应该这样讲了，就是这半年来，你知道，台湾希望政党轮替的民意都超过六十的。是，那、啊、其实我最近去南部这中南部走了一圈呢，我就发现那种老百姓渴望，就是说一个变天的那种心情非常明显的。那当然我也会想过，你知道，就是说不管沙卡度、西卡度，你知道，似乎努力那也是不会赢、啊。那当然有人跟我讲说。 啊，拼拼看了跟他那个，但是我倒是讲哦，因为我大概这这一阵子，當然要选总统以后，当然有很多机会跟各国的智库啦，或者说去访问美国、日本。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台湾实在是有一点危险的，特别是哦，跟对面关系也不好、啊是啊、像是，像像那个乌克兰的战争，或者是以色列的战争呢？他。 他还不是被认定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结果都发生战争所以，当然我不会讲说啊，这个是今年的选举是战争以后并的选选选择，我也不会讲那种话。不过就是说，这八年来这民进党干的实在太烂了，我这个已经、啊、已经到那个，了我看到一般民间这都是已经气很气愤了。是 <的 S 1> 啊，自己又我也想说个别选。 但我我我也考虑过啊，就一路跟他拼到底了。很多人跟我讲说啊，到时候就会气爆什么。不坦白讲哦、喔，这常常是很多东西的。从后面来看呢，就是说，那、啊、你要，你如果要要拼到底，就一开始就拼到底。那、啊、等到那个老百姓开始对藍白河有期待的时候，哇！现在现在你好歹在跟国民党谈嘛，就那那、啊、那一天是这样的。我我跟他讲说，那、啊、你总要有个，总要有个。 公和平，一个一个比较，一个规则，大家来来比嘛，不然我们也很难交。我们的叙述职责要交代。我老实讲，那一篇有点被朱立伦突袭了。是，怎么说突袭呢？可以强调这个部分因为他因为他一开始本来就是说正党票嘛，哦，正党票，我在讲正党票有什么好比的？这个至少输你十二以上。哦，那那我们的民调赢到四二八，我看没那么厉害了。我我自己有看，我们自己看过嘛。 但后他要要要求那个比是科和科和一组去对赖笑或者是侯科对赖笑，这个有科和侯科那个差距会变更少。啊，后来，后来后来，但是这样呢，其实我们自己有在做民调看了半年了，所以所以当时我就说，好吧，那那那如果他他自动自己就说他不要比比那政党票，他就比科和侯科这样配、啊。嗯、不过当时老师讲，为什么陈志南会哭、就是，就说。 我我当时就是那个，而且我们的当医生的缺点就是说，我现在很容易变成水壶。他就说，那那那不然那个你你之前说那个，如果是在统计范围内的不算哦，是不是？这个也要一样。我说那我说那个以前是说不算是和对和对赖或客对赖，结果知道这我看过这个这个这种比例差很大嘛。我说那个让三帕当没有问题啊。他就说，哎呀，你以前你以前都讲过说这个这个。 这个要统计方面那不算，其实我跟你讲，这个缺点呢，不太不太被人家撸，你知道吗？到最后就说好了好了好了，啊，但我心里面想说，如果统计上看没有出差别，就表示说不是很明显的赢嘛。那所以整个故事就是这样了、啊。我觉得这样的啊，这也是呼应一个说，台湾人民是很想很渴望说政党轮替的。哦啊啊,啊，问题是我们不敢说。 总是要去回回呼应那个民意的要求是，是啊，最后总是要有一个一个方法来整合嘛。啊，当然昨天唯一的差别就是，我我我我有后来我们的幕僚就说啊，你就不要让那什么什么统计范围内，就跟他讲啊。我在心里面想说啊，我今天看六个月的，那明明我们都都明调，就算科猴对猴科都还赢很多趴。是、啊，他说我那时候心里想说，好啊，让就让，反正让也会赢。不过我后来想一想哦、喔。 还是要拜托大家，今天、明天哦、喔，<laughs> 正在、正在，<laughs> 我还是不要轻敌吧。这个，因为、因为都是讲，<coughs> 我、我们希望啊，这、这里还有个问题，我在想说，他说十一月七号到十一月十七号，我想说，我已天看这么久了，也没什么民调，啊，到今天我还问说，哎，有没有什么新的民调？说，哎，没有。所以我在想说，哎，会不会人家出老千呢、啊？全部在明天一下子灌进<進>去，灌进去，突然、<是 S 1> 突然好几个民调出来。是，我讲呢，我还是希望大家哦、喔，嗯。 这个乌氏抵制不来，素有以待之的。不管他出什么牌，我们还是还是今天要要呼悠我们的支持者哦。有接到电话，一定要坚定的说出唯一支持柯文哲。然后他坚定说：“是柯活佩，不是侯柯佩。”他特别声明是。因为我听到有像比如在跟我讲说：“我们的支持者接到电话，他一开始要引导式发言。哎、欸，请问你支持侯柯佩吗？”他说：“不是，不是，我支持柯活佩。”然后那个那对方都不讲话。<laughs> 我说：“哎、欸，明天我这样做，那那不是。” 不是很奇怪吗？我讲了哈，不要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了。我们先只能先呼吁说，我们的支持群众哈，哦，特别是年轻朋友，就接到电电话民调，还、啊、有点我、啊、我们年轻人很少在接接那个电话的，大部分用手机嘛。我现在所有的民调做哈，做战一般来讲，最多也是那个手机三十 percent 的，说手机做到五十 percent 很少，会非常少。所以，所以为什么那個民调做出来都是比较偏年纪大的？ 所以我的民调很有趣的，只要全部做纯市化的，哎、欸、就很差。有手机加手机加百分比越高就越高了。所以这有时候要拜托大家，这这一两天稍微守在电话旁边哦，在这听得到电话声音的范围内，哎呦接到电话赶快说，我唯一支持柯文哲。”是，那么难得今天我们三个人同体，<coughs> 我们也来问问公平正义的黄国昌老师，你认为你怎么看待？ 昨天发生这个事情，你认为会有什么 bug 吗？老实说，第一时间我看到那个结论的时候是有点惊讶了。哦，但我先不谈政治，我先谈统计、哦，因为我以前在中研院研究法律的时候，在法律学的里面是很特殊，我是用统计的方法在研究司法制度。大部分的法律也就是法律怎么解释嘛。 但我喜欢看的是说，哦，我们政府很喜欢吹嘘说，啊，它变了一个制度，啊，变了一个制度，啊，变以后，你当初声称的那些效益，你有没有跑出来？你要测这个东西哦，要很复杂的统计模型。所以我以前在中文院的时候，是一天到晚在摸数字的。那以民调来比的话，我老实讲，我喜刚刚坐我右手边这个人，有很多人都说他哦。 就是很奸诈啦，很狡猾，啦乌啦，你网络赶紧去搜搜的啦，骂一堆啦，真的，真的，真的，嘿，说他奸诈狡猾不可信，哦，什么什么骂的我都听过了，<你說 S 1> 但你说太直，太太太讲话太直白，这个这个有时候会变奸诈？这怎么看也不像哎，啊不，没有关系，你先让我讲哦，好，那我就想说，那五这狼，那也叫勾引。 你你以后真的是要天真到一个程度，你才会说柯侯跟猴科这样比毫无鉴别力。我为什么敢说这样毫无鉴别力？哦，我先讲我的结论是二零二四年我支持政党论替。那今天我很直率的就讲这句话是。那下面我就略一万个字，好，因为这样讲下去没完没了啊。嗯，你们整个晚上都听我在讲哈。那所以。 有很多对这件事情是有期待的人，他们对科猴跟猴科两者之间，他其实没有想那么多，所以你会看到说，为什么这样子比的时候数字都那么近，但你如果把科拉出来，猴拉出来，那差很多，那数字就摆在那里啊，是啊，就出来了嘛。好，那第二个更重要的事情是，你看统计数字绝对不能只看结果，你要去看它按照不同的人口统计变相去看交叉分析。 年龄、教育程度，那个都差很多呢、欸。好，那一一个很大的特色是什么？一个很大的特色是说，侯市长我也认识他，哦，他并不是坏人，他就很很正直、很勇敢的警察嘛。是好，那但我必须要讲一件很坦白的事，就是年轻人要做选票的移转，不要干单呐，莫遐干单呐、啊。你真的说？ 那、啊、你把科放在负的，选票能够移转多少是？是很辛苦啦是，是是的好、哎哎哦。那但是呢，既然、哦、你你你立恰嘛掐嘛嘛，嗯对啊，签了，所以我就只能呼应哦，呼应刚刚、欸。你今金是科主席还是科总统？柯皮，好好，就呼应科皮讲的哈。<laughs> 就这两天，好、哦、大家辛苦一点，好、哦、平常没有回家吃晚饭的哈。哦 从今天啊，今天可能比较晚哈，全部哈都回家过点位，因为我跟你讲是，你们一达成协议以后，我赫然发现说，大概全台湾民调公司的线早就被 book 满了。这个月,月也要时间了，那我 <把 S 1> 那我说昨天、哎、你太昨天中午才结束啊，你太天真了，人炸都喘后的代理啊，人炸都喘后的代理啊啊。 人家早就准备好了啦！啊，不好，不好，不好意思哦，朱立伦主席，你如果今天听我这样讲哦，呃，不好意思，我讲话比较直白一点，让炸到船后的蛋，要不然你等一下下了节目，叫你们那个民众党的同仁去问者、哦。哎，亲们哦，呃，今嘛都有线啵，汤手波啦，早就被人家订满了啦。但我这样子讲了哈，是说，如果我今天在你的位置。 嗯，那个我不会签，我不会答应。但，我从昨天到今天想了很久，我大概可以理解了。你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会想<说>会签下去、啊啊？我想说反正就过去六个月都领先很多、啊。你太天真了。这样子啊，这样子讲，<laughs> 那那我们再问一下，问一下，问一下主席、哦、啊。如果十七号、十八号晚上会，你们会有个比对吗？ 对，就是验票的动作嘛，他<對>等于是验票。如果你会发现不公不义，你还认吗？我要看很明显的做票，或者说、啊、他的资讯根本用惯的，你会认吗？不会吧？嗯，那 <laughs>、啊、问一下老师，你觉得如果是用惯的，没有了。其实我觉得，呃，反正三方都各自有一些统计上的专家代表嘛。嗯嗯<哼>，那统计上面怎么是有效的？是，那其实你那个 raw data 拿出来看。 一看就知道了，真的，raw data 拿出来看，一一看就知道，人家在做政党内部民调，哈，在拼说啊，这个选区，哈，立委初选哪一个要出线？那不是开玩笑的，那个民进党是玩到炉火纯，民进党是玩到炉火纯青，有的时候出线不出现，可能差一通电话、两通电话、三通电话，所以那是整个动员啊，整个动员双方阵营的。 都可以去 monitor 说、欸，哎，按你这个是怎么问的访员呐？访员、啊、问的答案跟他填的答案是不是一样？像我以前在中研院做大规模的那种社会分析调查的时候，嗯、我们怕访员偷懒，哎、欸，不要不要讲偷懒哈、啊，怕访员记错，所以我们都会派人，譬如说这个是一个在访问的嘛，我们都要派人在旁边监听，监听他出来的品质。 出来的答案是不是 match？但是你如果说一个小选区的立委初选都是用这种游戏规则做的话，你决定一个这么大的事情，那当然啊，你要拿出来民调要作为比较基准的，你一定要经得起基本的统计规则以及滴滴就是 due diligence，就是你要做一个基本的查核，那个是没有问题的东西，当然才可以拿进来比啊。嗯。 对啊，不不，这个不，我这样讲好了，好，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今天上馆长的的那个节目是民进党派来要破坏蓝蓝，大家大家不要有这个误会。但是我真的讲的是很基本的原则，就是这个样子。伯利他天真，OK，委托起来啊，塞给你，那你就认。没有，其实这是我们当医生的缺点的，因为当医生当了三十年，医生也没有被病人骗过啊。 哎，欸、他不是，<laughs> 那是他的命呢、欸。<laughs> 他他他只会拿你他自己的命来骗你。对啊，所以医生就很少被骗了。几乎、啊，那我们也不会骗人呢、啊。好，不，这有点麻烦。嗯，好，那我们再继续。其实今天来有一件最重大的事情哦，当然因为昨天昨天这事情太轰动了，但今天我答应大家嘛，今天也要一件很轰的很轰动的事情。那我这边已经知道了，那我们当然由我们科主席亲自来。 跟黄国章讲，也跟我们社会大众讲，你今天跑这趟行程要宣布的事情是：那我们要争取黄国章，争取黄国章参 <laughs> 加我们民众党，是委、啊、以重用，委以重任的，委以重任。重任是是是是是，那是什么角色？啊、当然我们现在选举前也没有执政呢、啊，所以最所以现在有的就是先邀请大家当这个我们不分区地委，因为那个区域立委要选嘛，是，分区立委是一种。 政党争取人才最快的方法是，所以你今天来是想邀请黄国章入你的党，并且加入你的不分区的立委？对啊，对啊。好，那我们老师的没有啊。我其实，在今天来这个录节目以前，我已经完成了线上申请的入党了。<是 S 1> 那因为呃，过去这段时间当中有很多志工，那跟着我们一起在做一些重要的社会参与。 那包括 G 六的活动是，那我因为这因为这群职工其实跟着我们做的，呃，在这段时间以来，他们很辛苦，然后参与我们各式各样的活动，像我们那我们两个那天去行政院前面，去立法院前面参与，那那个在道理上，我一定要发一封信给他们，要跟他们说我做这个决定的原因，那结果没想到说我们的职工可能有人天性比较纯良，那个信就外流了。 所以我刚刚看到那个新闻了、啊，大概那个信的内容，全部都已经出来了。但我想要讲的事情是说，呃，二零零八年到二零一六年的八年，是国民党全面执政，那八年发生很多事情。嗯，那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从离开校园走到街头去，所以那时候做了很多公民运动。 那些公民运动，每一个公民运动背后其实都有一个改革的法案要过。野草莓运动，嗯，集邮二法，反媒体垄断运动，反媒体垄断专法，嗯、呃，三一八，三一八有很多人觉得说，好像印象是停留在冲击立法院，大家，但是大家还记不记得最核心离开的诉求是什么？ 要要订两岸协议，两岸协议，两岸协议监督条监督条例哈。那到了民进党这八年，老实讲哦，前四年，呃，没有完成这些东西，我已经有一点受不了哦。但我二零一九年那个时候，我到最后的关头，我还是呼吁大家支持蔡英文。但是到现在。 真的回去回顾这八年，很多以前我们很讨厌权力过度集中以后所发生没有办法适度监督制衡的状况，我又在看到。所以在国民党全面执政八年，民进党全面执政八年，在我们目前的宪政体制下，在我们目前的宪政体制下，你就是没有办法。 好好的去做到监督制衡，而且在每一次这样子对立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整个社会被撕裂的太严重，所以二零二四年我支持政党轮替，而且我支持联合内阁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因为其实呃，台湾社会我必须要老实讲，就各党各派都有人才。 我们彼此的政治立场不同，但我在台湾有的时候会很惊讶的发现，说怎么会搞到只是因为政治立场不同、信仰不太一样，搞到好像不认识的人都有很深的仇，这样子严重的社会对立跟社会撕裂，我觉得必须要有一个协商式的民主，必须要有一个联合的内阁来改变。那所以，我其实。 我我一直的想法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如果还记得的话，是是是是，去年三三选台北市市长的时候，人家问我，我就说我如果手上有这张票，我会投给黄珊珊。黄珊珊有来跟我拜票没有？你不相信，你等一下问黄珊珊。黄立我来打拜的，他他他他没有。后面，但我为什么支持他？OK，因为我觉得他是我认为他接下来做市长会做的最好的人。那今天柯文哲。 哦，有人说啊，他们自己民众党人不够，如何如何？好、哦，说他提出这样子的一个呃联合内阁的概念，我是支持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台湾下一阶段的民主应该就是这样子，不能再这样子搞权权力过度集中下去了。嗯、任何的权力都一定要有好的监督制衡。是，如果没有做到好的监督制衡的话，我们过去不管是国民党全面执政还是民进党全面执政所发生的现象。 就会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那我想问一下阿贝，为什么你想要黄国昌？那第一点呢，其实二零一六，二零一六年，他在系职选的时候就去替代胡选过。嗯、我倒觉得这样的哦，黄国昌在立法院的表现还是，我常说一个黄国昌就够了。<是> <laughs> 火星加装西啊！是是是是是，我每次跟他讲说，哇，我们五个地位加起来都没有人家一个厉害哟！没没没，李北山阿那公，你这样马上陷我于，你马上陷我于不义，不是不是，我们我们那个我们这个是这个是专业的，老实讲，所以所以他他后来他没有当地委他他去去做那个健笔者协会，我看这还是厉害，还是厉害。 这是这样的，有一次我在讲完这真实故事啊。我以前跟他有一次，他很悲愤的问我说：“为什么坏人不能抓起来？”我说：“坏人实在是太多了。<laughs> ”我说：“这一定要源头管理。”我还跟他讲一老半天呢。我常常讲的、喔，你现在要源头管理了，要建立制度，还要时间的。可是总不能这个阶段让那些猴心嘎抓吗？老鼠继续猖獗，所以还是要有人，还是要有人有那种能力说出来震慑震慑。是是这个还是所以,所以有时候是这样的、喔。 他他有他这个时代的目的啊，用途了、啊，就是、说，那、啊、你总不能让那些坏人每天在那裡猖獗、啊。还<是>、啊、有点哪？我上一次那我们来讲那个哎、欸、那个弊案呢、啊，你也找我去开开记者会，好像没有人撩我们。对啊，<laughs> 所以你才会知道说哈，我平常一个人狗吠火车有多辛苦、啊。对啊，那一次那一次那一次你再找我去开记者会，就是那个、嗯那個、那个就是那个康永康康康,康，对啊，那这奇怪，就那得奇怪。 我在想说啊，我们两个都已经在那里，有时候很奇怪，怎么好像没有没人理我们。所以有时候这样的，还是要进入体制内改革、啊。对对，好，那我们就问问一下，接下来今天宣布国昌老师入党，今天也宣布，呃，反正这么大的事情嘛，<coughs> 那反正我现在收集一些题目，反正现在准备要 K 黄国昌。如果我是五个，我是民进党，我就会说，哎、欸，柯文哲，你加入民众党，那主席，我相信。 科比也是常很气啊，嗯、什么中东锦鲤全教啊，所以你现在加入了，人家说以前说你支持柯文哲就是支持中东锦鲤全教，那你现在加入了，你现在加入了，你不就是更支持？我还是不支持啊，<你說 S 2> <laughs> 没有啦，因为呃，其实了解我的人或者是在外面看的人会发现说，其实我跟柯文哲彼此之间存在着蛮巨大的差异，嗯，不管是个性啊。 成长背景啊，专业啊，那两个人其实有蛮大的差距。但在这些差异后面，我其实看到的是说，嗯、呃，我们对于一些重要的事情，其实有一些重要的原则，譬如说，针对于法律之前的人平等，譬如说，针对于权利不能够过度集中。 要监督制衡，譬如说，针对于贪腐，针对于公开透明，我觉得这些事情可以让即使有差异的人，他们都可以选择一起合作。我觉得这个是在整个台湾的民主政治的发展上面，我们一定要能够展现出来的。那这件事情，其实我也当面跟柯主席讲过我的看法。 那他也很，他就很毫不考虑的跟我讲，说你看到什么违反你的价值，你要骂就骂，你要讲就讲，我没有问题。所以你看我公开批评过吗？是我公开批评过，他知道我的价值画在哪里。那当然他有他的想，他有他当然他有他的想想法，他认为说他要去。

那个是那个董事长一手拉，他的手，一手拉我的手，不是我拉他的手。我我我刚一下，这个，我也个性，我也不公，安尼一下子讲劈掉，你知道哇，恨嫉恶如仇。我们还是医生的性格啊,啊。那个张东吉，那個我就因为当时他有话乱给我，说你为什么要去剃那个？我说可是可是他他这几天也没有听过做什么坏事啊，不然不然你讲，你要是他做什么坏事，我就我就就算了。所以说，所以，我们我们医生是这样的、啊，医生的气功。 就是说我们要把每个人医好，<laughs> 我不要一下就，所以那时候反对条款，我说反对，反对条款，你你你你不你违反那个法律基本精神嘛？一罪不二法，法不溯既往哈，信赖保护原则，总会，你你不能说突然立立个罚，说我三十年前有酒驾的，现在全部抓回去关了。奇怪，不能能让罚不可以倒倒说回去。所以他老讲哦，这个我跟黄国昌我不晓得，我我看。 我看看没有搞的哟，啊，我们是要把坏人变成好人呐、啊，我们要,要鼓励大家向善呐、啊。那 <laughs>、啊、你怎么这么嫉恶如仇、啊？我还问不对。对，你怎么这么嫉恶如仇、啊？我当时他也问过我了，他说：“哎、欸啊，加入你们这个党会 <laughs> 会不会有什么一大堆规则？”我说：“我可以跟你讲，本党哦、喔、有四，我们有五个立法院在例外，四年来从来没有甲级动员过。<laughs> ” <laughs> <laughs> 我就说按、啊、每个每个人的想法嘛，如果说一个他说我们我我们投票是吧？我我们真的。 一个一个党成立四四年，然后在立法院就五个立委从来没有甲级动员过。呃，这是我们的政治思想。什么意思呢？我一直认，我是很很认同亚当斯密斯的看法。每个人，你知道，我把它做好，合起来就是国家最大的利益。所以我，我我还是相信每个人有他的良心的、啊。所、就、以、是、说，我不敢说百分之百有良心，但 u s u a l 大部分还是会向善。所以你看，我们台湾民众党，我们也在立法院五四年没有甲级动员过。 我当时只跟他讲说，有一件事情大家一定要同意，投票的时候，你不要说收人家钱那个就不行了。其他，我说其他，哎，你万一奶奶公看以前做一个选什么地方院,院长要多少钱呢、啊？那个很多传闻嘛。我说只有这个不行了，其他其他你就照你的想法、啊，他可以沟通就彼此沟通，他说大家都一定不能沟通，有个人的想法。那我说我说那没有问题啊，每个人一年扣打两次、啊，<laughs> 你没有一定要。 外公哦，你讲的我听話，你理解啊，是啦，啊，你儿子都没那么听话，你为什么、嗯、要要叫人家一定要？所以大家对那个假机动员都很有意见的，那因为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他的想法嘛，因为什么说所以我说每次说百分之百做北韩的？所以如果那个一个一个政党，老是在假机动员，又得那個政党奇怪。就是所有人都要投赞成，或所有人都要投反对，对啊，可能那可、個、怜就没有自己的中心思想，<laughs> 啊、所以所以台他民众党哦，在立委四年来没有假机动员过。 所以意思是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我相信你哦，就是秉持每个人的良心。那你说该杀的、啊，该杀就杀，没什么没办法，坏人还是要抓的。只是，只是我都很想感化坏人。然后导致最一向最固执。你说哈、哦，甲级动员嘛，哦啊，就是呃，不要强迫哦，大家说啊，不要去干扰他的思想。他其实这样讲。 还有点太客气，是他完全不了解立法院运作的时态，是、嗯、就是说你要去控制他的思想，你要去影响他的思想，你要前提是他要知道他在投什么。我看我看常常就是拿一个牌子，一个一,個一,個一個打圈，一个打岔，然后那个好像在海军在，<是 S 2> 嗯、对对对，这个就是 point，因为他完全不知道他在投什么，他坐在他位置上可能在做很多其他的事情，他完全不知道他在投什么。

冲到主席台跟院长说：“哎，那那个刚刚那个投剛剛那个投票不算，然后那个取消，吼，然后我们再重投，然后前面再举另外一个牌。你真的到立法院去，你我没好笑的啦。没 <可是 S 1> 大家如果网友质疑我今天在讲的例子，你们回去看我的有不好意思哦、喔，用你的频道帮我的频道打一下广 <可是 S 1> <laughs> 哎，我们民进党没有做那个圈跟叉的牌子，我印象中我没看过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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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哦，你干嘛看？没有没了，没有你看，他民进党都坚持每个人有独立的思考能力，自主。那道我们每个人秉持他的良心的？所以，我们没有假激动，哎，更不会拿那个牌子像海军一样在那个旗语。所以以后那个万一啦，假设啦，啊，哦，我如果再回去立法院的话。 那个反黑条款，我投赞成，你不会给我党纪处分不会。OK，哈，每个每个的想法。喂，我感觉，反黑条款应该要有一个时限的，叫做几年了，不应该一辈子。一辈子，我觉得不对。你要说，<是 S 2> 哦，五年、十年，这个我可以接受。说人家一辈子，我觉得，但、啊這,啊、这样的话，他一辈子都不要再改过向善了，就一路担到底就好了、嗯。不不不，有一件事我可以同意你讲的，哦，就是说，嗯、你如果要批评现在的法律。 制定的太过粗糙，不够细腻，违反比例原则。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讨论。嗯，当然不能够说啊，不管是什么，永远就不能够在参政。这样子的规定绝对是错的。但你要分它的类别，它的太阳，它跟参政权的关系啊，这样子定的法律啊，这样子出来的法律以后，你才不会有说啊，可能会去。 去违反到宪法比例原则的问题，但没有关系啦。我因为我我们今天也不是来上刑法课或谈谈宪谈宪法课嘛，嘿。欸、好，那我们再问一下这个国昌老师，为什么当初？因为其实你们两个故事我都听了很多次，我那我们私底下我们也聊了蛮久，哎、欸。那当然，最后我也是说，我也是跟国昌老师接议说，这这几这几利害决定的嘛，嗯。哦，那你最后为什么决定？ 接受柯主席的邀约，担任对，最后做什么决定？是什么样的一个？我必须要老实讲了，哦，就是说，呃，对于要不要回去立法院这件事情，我其实是充满了犹豫了。哦，那因为其实之前在待过了，很累。 真的很累，那做什么事情认真都很累真，真的真的。不是不是，我跟你我插个话，你你觉得你不太想做，靠要那个别党，你有没有看那个民众党最近为了争部分区争到开记者会骂，不是不是民众党，民进党，民进党，民进党就是正国民哎，政国会，然后国民党也会，国民党应该是标价的标，对啊，<laughs> 投标<了> <laughs> 投标<了>，<laughs> 那。 老师，你为什么我？因为你都心智缺缺嘛，对啊，所以认真的真的是很辛苦了哈。我其实有时候现在在看哈，就是说台湾的国会，我必须要老实讲一件事哈，就是说之所以拿到了选到了总统，国会又过半，没有办法有效监督制衡，一个最大的理由是因为台湾的国会没有听证制度。 嗯，台湾的国会因为没有听证制度，所以台湾国会监督的力道是非常非常的差的，非常非常差的。在台湾国会里面，立委跟行政部门去调资料，因为如果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讲话要有实据嘛。嗯，我给你调一个资料，结果你叫我等两个礼拜，回来给我两行字，有调跟没有调，这还是有给你的、喔，有很多用各式各样的理由不，有很多用各式各样的理由不给你 这也是为什么，二零一五年的时候，国民党跟民进党在竞争的时候，从总统大选到国会选举，国民党跟民进党有很多事情他们的看法不一样。但那个时候的朱立伦跟那个时候的蔡英文都提一个共同的政见：我们要建立国会听证调查制度，我们要做国会改革。二零一六年到现在多久了？二零二三年，我就简单问一句。 你们当初承诺的国会听证调查制度在哪里？言言言义中很简单，好权利，死人图啊！拿到了以后，<laughs> 我当然不希望被监督制衡嘛。是，所以当民进党拿到权利了以后，他为什么要国会过国会听证调查制度？我让你的立法院越弱化越好，你的立法院只要是举手部队、投票部队、护航大队就可以了。是，但问题是说。 你要去思考这件事情，你必须要从台湾的民主怎么更健全化，怎么样可以更监督制衡，怎么样防止权力被过度的滥用。那这个是一个很核心的，这個是一个很核心的制度。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哈，好像立法委员在咨询的时候，大家没没没，哈，好像骂得很高兴。你骂了半天，你感觉好像是什么狗吠火车。 真的是狗，因为骂完了也不会改啊。面你甚至抓到了以后，他也不屌你，那明明就有问题嘛。是，那你明明就有问题，那你就要跟大家解释清楚嘛。你我今天晚上没有时间列举啊。我从二零一六年到现在，我可以一条一条列出来，有哪些案子，国家亏了多少钱，到现在的解决是什么？你根本没有办法给人民一个交代嘛。 那当中没发生喽，对对，所以你在那个环境下面久了，你你后真的会觉得很疲惫。是,是，就是大家告不回家，哎，争议得不到伸张。对，那甚至你有时候看到那些官员，有的时候在立法委员、可能在监督、在咨询的时候，我满大力给批评啊！我跟你国昌老师，我我跟你态度不一样。嗯，当我很疲劳的时候，我就想让对方更疲劳。<laughs> 哈哈哈哈哈啊！哎呦啊！你让我疲劳，我就让你更疲劳那。那这一点，如果我们科批主席当总统之后，你会怎么样去？这个这个不可以现在讲，这个叫七位贿选嘛。这个 OK，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我们我们真的四环需要改革、啊是。是是是是是。是是小小英当年喏、哦、答应四法改革，那改了哪几样？哎，他改了哪几样？那个那个算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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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叫什么？嗯 追到者保护，嗯，很多法了。嗯、追到者保护法、不当馈赠罪、司法官说罪，他哪一个有上？没有，他的司法改革承诺的应该列一个清单的，<laughs> 这很奇怪。为什么小英小英自己是司法人呢、啊？他总会到最后？我本来想说司法改革应该他会有兴趣的，呃，讲一大堆，怎么后来一个都没有？奇怪，喂，因为改了就伤到自己人，绝对的权利嘛，你改了这些东西，他们就没有办法做。可是，可是。 可是，那、啊、伤到自己人，可是，可是伤到自己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大了自己人，自己人也很多啊，伤 <laughs> 一两个有什么关系？他们就是这样啊。好，我们再来问一下，今天很，昨天到今天，很一个也是一个很热的新闻哦、喔。赖清德被学生访问，嗯，当然他，人家问 A，他答 B。那我现在一样的问题来问。 我们的主席，嗯，如果你当总统之后啊，你会像小英一样神隐七百天吗？然后敢接受记者的联合督麦访问吗？然后要不要多排一点行程？你一年他会排几次？一个月排几次？让大家问国政问题？嗯、没问题的，我跟你讲，我我我我是从以前到现在，几乎每天督麦，我我我每一天没有督麦，那些记者就那一天就很难很难交代，很难回去交代啊。是，所以每次说啊，赶快给他给他记一记，他他很高兴的把那个 新闻写完，他就可以回去。那你当总统不一样啊，<但>你也可以审引啊。不会的，我倒觉得这样，政治这个说服的过程一定要沟通的。嗯，我常次说我们不怕犯错，但是我会跟你讲说为什么我要改。讲完，我倒觉得这样，说我一开始主张哦，中统到立法院国情报告，干脆就到立法院哦接受政党咨询咨询完再接受记者督麦，这样子。对啊就是。那你打算？ 按照这个，你是一个会期去一次吗？还是不啊？现在国情报告按照法律是一年一次的，但是你要多去，应该他不会反对吧、嗯 uh？啊哈，我们这个叫以后不用不用法律，叫宪政惯例就可以了，是可以的，宪政惯例各位可以啊，可以啊，宪、啊、政慣例可以、啊、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嘛。对，因为其实老实说了，哦，就是说，呃，即使是现在的民主进步党赖新德主席，他也知道这件事情有道理嘛。 哦，所以他们反正就是一边派一堆人出来骂嘛，啊，另外一边你会发现说，哎，当然啦、啊，我也愿意去呀，好，那个不是叫质询呐，吼，那个是各个党团有问题提出来，好，你可以提出来，我有个回复的时间，好，其实咬文嚼咬文嚼字去搞那些东西一点意义都没有，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说你怎么样让台湾。 目前，如果在还没有办法修改宪法的情况下，还没有办法修改宪法的情况下，能够尽量的去符合权力可以相互监督制衡的精神，我觉得这才是人民要的。对啊，宪政惯例嘛，像像那个，如果你你要法令去定那个叫什么听证权，那你要当部长，那就去委员会各个该去的委员会就先去听证了、啊。你先放在放在锅子里面先建立建门嘛。 对对，我倒觉得这不是坏事，公开透明不是坏事、啊。哎呦，我自己当市长哦，我我开的会全部上网。对，那未来您当总统，您的所有也都会上网吗？啊，我倒觉得是这样的，除非你跟我讲说涉及国家什么国防机密，啊，不然就就上网有什么关系、啊？要当一个全台湾有史以来最透明的总统，没有啦，我跟你讲，第一，我们又没有收钱啊，啊啊,啊,啊，底下的。 我没有说这个生意一定要给谁做，我这两个原则嘛，我没有授权，我没有说这生意一定要给谁做，那、啊、你公开透明就好，你有什么关系？是，那我们我们这几天看到了民进党这个精美的不分区名单，我夸叫赌蓝的啊，精美的不分区名单，<laughs> 又是那一些有的没有的哈，那。 民众党的不分区什么时候要公布给全台湾的人民去支持、啊應 19,？应该十八号是，那应该我们就是十九号。你我希望在十九号之前可以公布了，因为我们还在还在做最。呃，我们我我们公布，我们就希望说哈，有一个叫实际的，我们那个那个时代需那个那个时代需要什么？啊、我们是用提什么样的人？他应该是对应一个我们时代的需要。是，那你目标想要哪几席？嗯、你预估？ 啊，我我们大我们其实我们大我们自己算过了，大概八十的。那但在网上就要就要要努力了，要努力。那你的战略是？没有啊，这个一样嘛，政治是个说服的过程嘛，就在努力去说服大家嘛。我看到您最近这样子去庙口开讲，一场接一场。说实在的，跑团选举是一个你们两位都有经验嘛，是一个非常累的过程。没然，我没有跑团。哎、欸，我但红白铁都不去，真厉害！你们 人家说你当台北市长，竟然红白帖都不用来，我我我我以前以前我遇到一个谁，他说他每天早上都直接去殡仪馆上班呵呵下午才回去办公。我说我这最起度最啊那些最热。所以所以你所以你这样子，你没有特别的战略。没有，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会让他们运你，或者说因为我看你们经费靠。 我看你们新装那个地方啊，那么小，很大的，怎么那么小？就就这样，就没有，就就这样。而且人家大的，人家说不满意，我满意，我没有不满意。我说，相对于民进党跟国民党的，没有这个是一个问题。我我我我永远都记得那时候，国民党跟我谈那个合作，是那个态度。嗯，哦那边酸假哟，啊你有准备差不多二十元吼，啊那这是。 门票啦吼，啊，准备一百也是卡差不多，哈哈哈！准备一百也卡差不多，呃，诶，一个总统都开一百，你不玩讲你嘛卡差不多，差不多啊！但是我跟你保证哦，是二十亿真的一定超过，他们照他们这种用法，嗯，哎，每次哎、欸，我们庙口开奖最多五十万，是是是，因为直播自己搞嘛，就那个舞台这样，哎，人家他们一次动员，你想想动员一万一万一两萬,万人的，一定要一千万起跳。 那、啊、你这样跑一次哦，几个城市跑一下，哎，一万次，一万次只有动员了。你要要买媒体买广告，诶、欸，我们是不用买广告，他一定要买广告，搞一搞，一百一千五百应该跑不掉。但我插一句话，我觉得哈，那一种传统的动员方式，用游览车去载的，是它那个效益哈，其实真的下降的非常快。那个他都是给画面啊，然后固装脚、固基本盘的嗯嗯嘿，那个那个真的效益真的。 逐渐的在下降当中，我觉得我们如果自己对自己要有信心，要去引领有所谓新形态的政治参与模式的话，不用怕。是什么叫不用怕？我反正就在那边讲了，然后人自然会来，来的人哈都是真的，都是支持你的,辦的。温半七一六二七尊是那些都是真正的，我们对。 我,我们怎么可能动员任何游览车去载？然后我们那种真的来的人，然后结果那种用游览车在载的民进党还没有我们多哎，在笑我们还没有我们多哎！我我真的觉得他们的价值体系已经很错乱了，他们错乱到够！你要像我们这样啊，动员好几百台游览车哦，狼龙造，然后狼龙来，哦，边仔这里遐奔本东，哦，你没有做到这种规格。 哦，你们太落伍了！我那个时候，我那一阵子，我真的觉得脑袋有点，我的价值体系哦，被他们搞得很混乱。怎么会？他们想象的民族以前是在笑国民党哦，这样子搞，然后脱掉草鞋，穿上皮鞋了以后，不一样，跟以前的国民党一模一样。以前他们都会笑人家。 你弄啊，因、哎、那国民党造势弄弄用有烂车，结果只买个伊妈的做。有烂车国博搞，怪本本当对，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我们的柯主席，我们的老师现在在看，在线看，我们现在开了一个机器投票哦、喔。那我们这个就不多说，我们待会九点钟准时看结果。您支持的是科配还是配呢？请大家。 移动你的双手，好不好？拜托，赶紧点着嘞哦！有些人现在看台的，跟两位报告一下，现在四点二万人在收看，四点二万，四点二万人在收看，所以麻烦各位的票可以跟上吗？谢谢，现在一万三千多票，麻烦大家移动你的手指头，好吗？拜托各位哈，移动手指头很快，点一下哦，无论无论好不好，因为这是明星嘛，我没有叫你投谁，但是让我们。 我们这个柯主席在这边看一下哦。好，我们今天我其实这两天呢我就，唉，这两天我也是看一看，我也是你们两位都说好朋友，我也很烦恼了。那其实今天很开心，哇，莫被算了。莫就是当然，今天很开心的是国昌老师愿意去加入民众党，因为国昌老师的加入是无疑对科批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他。 有他的人流，他有他的权威，他有他的专业，而且他的确就像您讲的，他一个人抵好几个立委。你可以看这四年的新闻，你你可以发现哦、喔，他不当立委的时候，他的能见度跟知名度哦、喔、还在不断的攀升。结果不是立法院里面那些人在打 B，是一个没有官职的人，花着自己的钱在领导一个团队，然后再打这些弊案，所以。 我相信啊，未来如果有机会，当然我先跟民进党的这些死鱼烂虾、臭螃蟹讲一下，这不叫分赃，不要老是在那边说什么政治分赃哦，在那边说分赃哦。但是我们需要专业的人才嘛，我相信台湾人也是需要。所以第一啊，我第一你们讲了，今天我也感谢你们愿意来到我的节目宣传这个炸天的消息。我相信等一下新闻就出来，明天该被骂、该被骂就被骂。 哦，oh, 对不对？三厘名是三厘名是自由嘛？该被鸡巴就被鸡巴，我相信。那主席也来，昨天刚发生这个事情，嗯、这两天刚发生。那今天就来到我的节目，愿意来跟大家讲。但是其实昨天晚上我跟主席特别棒昨天晚上我其实很，我其实跟钟佩君做完节目之后是九点嘛，我赶快赶回家，因为那个新闻昨天发生嘛，我赶快回去听听干。 其实很多年轻人都在跳霹雳舞，那我相信你也知道，你的幕僚一定有跟你说。那剩下的时间也不多，剩不到这十多分钟，嗯、那我们留一下，先请主席再教老师的意见，因为你现在已经等于是半个民众党了，三分之二民众党。其实现在主席在旁边，你就是民众党。那我们两个角度，第一个，我们请柯主席来跟所有年轻人对话一下，可以吗？可以啊。 那其实这样的，有时候这这也其是我们外科外科务实的个性这这这也是人家长期以来，呢，每次民民进党要批评我，就说什么我没有中心思想的变色龙。我每次都想奇怪，我们当医生怎么没有中心思想？我们医生的中心思想就把病人救活嘛，对不对？恢复健康。所以他们都通常一样啊。如果当政治人物，他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他就让老百姓过好一点的生活所以到讲我们意识形态没有那么重，然后所以。 我想说，就解决老百姓每天的生活，这是我的理念。那大家讲哦，这一次，我我这一次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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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跟国民党哦，那个所谓“单北合”这件事情，你知道？昨我们昨天哦，差点我们办公室的助理走掉一半，然后然后陈自然就哭到嘛，我差点不能上班了。是啊，我说我说我说是这样的，第一个，这这个是这样的哦，这个。 如果民进党去，我我从半年前就一直在打到处打听、欸，也说安赖安赖清德继续追案哦，很惨呐，啊很惨呐，啊啊后来他会讲，但是我我也不放心国民党，嗯，所以我跟国民党讲说，先讲好，联合政府凡是监督的统统归我管，是是是，说好、喔、你们要怎么好，你比方讲法务部啊、NCC 啊、经管会啊，这我怎地哦，组织一处了，这些管钱的国华会。 这、这、个、这个、这、个监督不是管钱的监督的监督的外国哦，然后就讲国民党慢当然民进党是是外国起出来，我我咋不怕这？我也是很怕国民党上去一模一样。哎、欸，不要请，不要忘记，二零一六为什么国民党会下台？嗯，还不是一样贪污腐败？是是是。是是所以所以，当然人家说啊，用这种政党轮替的哈，这种这种，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建立一个制度。我很希望说有一天哦，台湾用公开透明的制度，我就很遗憾，你知道，我当台北市长八年哦。 我一下台以后，很多制度，蒋万都没有再遵守，晨会制度也没有了。我相信他也没有，也不敢把会议记录全部上网，因为你会议记录每天上网，人家就知道你有没有来开会，呵呵会穿帮、啊。你看我，我觉得像所有的标案全部上网公开的，所有会议记录上网公开，每天准时上班。那这个就应该，我自己在想，不想说怎么让它变成制度，是，特别是公开透明，我觉得啊、喔。 探路抓不完的，一定要建立公开透明的制度了。所以，所以，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哦、喔。有时候，当然就是这样的。我们考人活在世界上没有办法考一百分的、啊、我我每次讲一个故事，就是说我当医生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哈、喔，我我当小医生的时候，那时候猛暴性心肌炎，百分之百死掉，因为心力不准，他就死了。后来有夜克膜，诶、欸，七十 percent 的可以救救起来。那、啊、可是你要问我说啊，在那个没有夜克膜时代怎么办？就是没办法。 你要说以前 B 型肝炎没有药呢，猛爆性 B 型肝炎哦，哇，那死亡率很高特别是 <coughs> 慢性 B 型肝炎带原者，猛爆性几乎百分之百挂掉。哎、欸，没有想到后面后来有那个什么什么抗肝抗 B 型肝炎的药物，所以有时候要跟大家讲呢，就是说我们做一个医生，你知道，我们只能当用我们当时拥有的能力、知识去处理当時当时的问题。 所以，这我们外科医生常讲一句话，你知道吗？我们从在我在台大当医生的时候，如果你讲不出更好的方法，那么现在这个烂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所以以前我们在开晨会的时候，外科开晨会，一个很困难的病例，说，哎，要、啊、怎么开？就主治医师要先提提他的方法，那、啊、怎么开？怎么开、啊？那其他的通才你知道吗？就说大家在针对这个开法有没有什么意见？你说你讲的时候。 更安全、更好用啊！大家照你的。他说讲不出、讲不出的时候，啊，那看起来是死亡率很高啊！大家也是知道用，所以我要我要跟大家讲哦、喔，这也是我们作为人类的悲哀呢。就是说，我们也不是万能啊，啊，所以只能用我们当时的能力去做到最好<是>啊。啊，所以所以所以我们来说，心存善念，尽力而为。为什么叫尽力而为？欸、你我当医生也不是百分之百每个都救回来啊。是。但是我们做到问心无愧。我老实讲，我我也只能做到这样。嗯喔、啊。 啊，当然，我们我们只是按照我们当时的知识，我们的良心尽做到尽最好了。那、啊、有时候也常常没有办法考一百分。还有一点呢，有时候我们知识也要成长就是说，还有一点我也我要承认哦，我当我做一个政治人物最大的缺点呢，我们就是太对人太好了。 的确，的确，代表就的确<確>，因为医生，因为病人不会骗医生嘛，医生也不会骗病人。是啊，后来去去正南发现錢、啊，天哪，錢但是你面对的这些都是这种豺狼虎豹啊，头都开花了，都是那种那种豺狼虎豹，啊，没有几个讲实话的<是>、啊。但是，是你说怎么办、啊？我也不晓得、啊。 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要鼓励一个向善的社会的，所以，所以说，所以不用怕黄国昌来的，不、啊，黄国昌比较像钟馗，是抓鬼 <laughs> 抓鬼，我比较像那个胡德正神，是、啊。<laughs> 好，那国昌老师，我其实比较想要，呃，让年轻的世代，哈，就是说。 看到一个可能性，那个可能性哦是在台湾，我们彼此之间或许存有差异，但是我们是可以为了一些共同更更重要的价值跟目标而共同努力的。下面，不要因为一时的事件或者是波动而太快的。 对于推动未来台湾继续向前，推动台湾可以有更好的制度，而感觉到失望，要抱持着希望，抱持着希望，我们一起朝向有光的地方走过去。我相信，只要越来越多人愿意这样子相信，台湾内部我们可以有差异。 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对于掌握权力的人，我们彼此监督制衡，而不要再陷入那一种台湾非然纪律，高度对立、互相撕裂的社会。因为有时候我听一听，我自己都会觉得说，我如果不支持某某一个政党，我就如何如何；是是是，我支持某某政党，我就如何如何。 政治人物可能用话术在动员的时候，用仇恨在动员的时候，这是最快的方式。但是这样子会让台湾的政治不断往下沉沦。那我真的希望说，年轻的一代，我们对台湾的政治，对于台湾未来，能够大家一起努力，大家一起朝向有光的地方走去。这样子，台湾这块土地，对我们，对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才真的可以看到希望。好，最后由我讲哦、喔。那两位都是我的好朋友，那我也是很想要下架民进党。但是你知道，昨天晚上很多人跳，很多人说啊，我很难过。OK，昨天我也讲了，谁最难过？啊，坐在我旁边这个主席是最难过。他决定了，他回去要面对。 首先要面对，的是他自己的幕僚嘛，面对他自己的团队嘛，再来是出去要面对大家支支持者嘛。他、啊、最难过的是他，他他其实有时候你在一个决策者的位置，你在做决策是没有办法哇，表乡民跟哦，大家都知道没有办法两面讨好，毕竟政治。国昌老师说，有些事情不是非黑即白，但是在这种决定下，要不行，要跟不要就两条路嘛。 这种当中做选择，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各位先耐下性子来，我觉得事情还没有绝望到大家那么绝望了、啊、哦。那我们就是有有有还没决定之前都有转机，还没确定之前都有变数。我只能跟大家这样报告。我也如果这个民调，我在这边讲我个人立场，不代表任何等立场。 但我相信大多数人必须要听的，我下面这一段，必须要听得懂哦哦。大家看一下今天几月几号，我先讲。如果到时候的结果是一个很不公平、捏造出来的一个国民党式的一个投票，我也我我们我,我相信我是没有办法接受，我相信主席也没有办法接受，我相信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在这边我警告国民党，国民党你也收我很多好朋友。我再强调一次，如果你提出来的民调， 是毫无根据的，是用灌票的方式，是用钱去买来的，用这种大党压小党的方式，然后想要用利用柯文哲去列取年轻选票，我跟你讲你想的美，你想的美。虽然下架民进党是最大指标，但是有时候我讲一句，亲家高不雅，无鼠牙，跟我们家橡树象牙，我大姨叫做阿内啦，无鼠牙跟我们家橡树象牙，面大还要掰，所以我在这边先讲。 主席，今天在我看来，他是一个退让，为了民生，为苍生嘛、喔。但是我们我们民调是领先的，领先的啦，请大家拜托大家接到电话，<laughs> <對 S 2> 唯一支持柯文哲。来，最后最后，我们今天的我们今天我们投票非常踊跃，来看一下结果。我们今天投票的是四万一千六百多票，目前陆续增加中。我们给柯主席看一下，您现在九百分之九十三趴。 看，看了吗？百分之九十三，这就是你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讲了吗？支持你的群众九十三趴，嗯，谢谢大家了。不过，不过，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啊。这个，这个，这个，今天、明天有在有有在做民调吗？好，那我们当然是希望好美好的结果啦，好不好？那今天感谢两位来到我的节目，按照惯例，最后一人讲一个，今天聊两位来宾，一人讲两分钟，做个结尾，最后跟大家说再见。我们老师先来。 呃，谢谢馆长啦。<的>哦。然后呃，提供这个平台让我跟科主席一起来上节目，分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看法。那我最后还是想要跟大家说的事情是说，可能过去这几年我们对很多事情失望，但我还是呃希望大家能够秉持一个信念，好、哦，我们会对很多事情失望，但。 我们可以一起卷起袖子，为这块土地努力，就会看到希望。好，主席，再这样的，我们我们还是秉持哦，做医生以来三三十年外科医生的一种心情，然后吗？心存善念，尽力而为嘛。哦，啊，啊，从这裡以后也坚守我们的我们的价值嘛，不因短期利牺牲长期利，不因少数利牺牲多数利，不因政党利牺牲这个国家利益嘛。 那所以就是莫忘初衷嘛，这样这样做下去啊，当然是这样的。我们常常常在反省的，哦，哪个地方做错？那只是说我们都很愿意改的。因为老讲我们就是，老实讲，我们也没有什么什么特别的什么对对对人生的什么要求就是多哇多一天尽量尽力哦，就好像我们当医生嘛，尽量去救人这种，只能做到这样了。有时候有时候没办法一百分呢、啊，是不是？我我没有像郭昌老师这么穷，你我讲了说。 对啊，我们当医生都的话，我们那边细，立你给他 CP 啊，姐姐。对对对对对，對这我的坏习惯啊，我我也知道啊，明明叫不起来。这个道德道德感很重。不是啊，就刚刚刚刚都可怜的都在纠结。事是,是,、就是我，我我知道我的弱点了。可是，在政坛上，不是不行这样子，不行，真的不行。不行这一块缺点我知道。是是是。好，再次感谢两位。 两位台湾的重量级人物，政坛的重量级人物，然后也感谢他今天选择上馆长的直播，然后也希望大家这两天接到电话知道他该讲什么了哈 <laughs>、哦，我们就不再赘述。然后最后希望这个结果是好的，然后最后我们请两位特别来宾来跟我们所有今天四万七千多名观众来跟大家说声晚安，来，拜拜，<好>拜拜，晚安，再见了，谢谢,拜拜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啊，好，OK，好。